但是广东那么热，我就裸奔出去。我跟你说，我最讨厌冷了。Yeah. 咱被蚊子咬了几个包？你在哪里啊，绵绵冰？我说那你这个蚊子，你也是广东吗？我直播间怎么这么多广东的？神奇。直播间居然这么多广东人，狼崽啊！你们都是狼崽。广西南宁33度，我想去云南玩儿，我想去玩那个泼水节，然后穿他们那边的衣服，我要玩泼水节，失身诱惑。最近不去那边吗？我有朋友还去那儿了。那是有疫情啊？什么时候啊？啊，云南都有疫情了，真的假的？我靠，我都不知道呢。有新闻吗？我怎么没看到微博热搜啊？真的假的哟？最近的我都没看到那个新闻呢，昨天还是今天刚出的。没有啊，我每天都会看新闻的呀，本地案例。我居然不知道，我的天哪，好可怕！怎么又开始了？苏苏都要居家一周，不能出去了。苏苏刚刚说他在家待一周，我以为他说的意思就是他放假一周，生病了，人家六例了。我就是看微博啊，没看见呢，可能热搜正好下去了，就没翻到。谢谢小爸爸的大气，谢谢你的大气，大气。谢谢泰哥哥的冒险家，现在不是美滋滋，苏苏人呢？苏苏人都不见了，苏苏可能打游戏去了。我居然不知道，我真的孤陋寡闻啊！我发现。我孤陋寡闻呢，幸亏你下个月没有从云南借调人。什么意思啊？可能是跑骚去了，现在都流行带着我的 ID 跑骚了。七天爽歪歪，七天真爽啊，放七天假。七天假，不过他七天假哪儿都去不了，也不爽吧。那如果是放七天假可以出去玩的，我觉得还挺好的。七天在家里真的是无聊死了，我要是七天在家哪儿都去不了，然后要强行在家，我会疯的，我跟你说，我会疯掉的。像我这种性格我受不了。谢谢753的七天在家哪里爽了，无聊死了。哪里爽了，无聊死了，在家七天不能下楼，多难受啊。对，我今天洗头了，你愿意？你已经很多天在家，可以直播，你直播要有人看才行，没人看都没人跟你说话的，无聊死了。直播我觉得如果没人说话还不如不直播，在家打游戏，天天打游戏你受得了吗？让你们一个星期不上班，然后给你们工资，让你们在家天天打游戏，你们愿意吗？反正我是不愿意的，我感觉我天天打游戏我眼睛都会疼死的，反正我是不愿意，我宁愿出去搬砖，我都不想在家里打一个星期游戏，好难，好难受哦，受得了。
这样的生活你愿意过一辈子？哎，问题是出不了门啊，问题就是出不了门。谢谢孤独星爷的荧光棒，谢谢星爷的荧光棒哦。哒哒哒哒哒，只能打六天，要留一天睡觉。你还安排的还挺好的。今天为什么出不了门？他们不是说有疫情吗？云南要居家隔离检测。现在是容易受伤的女人。没有啊，怎么就是容易受伤的女人呢、啊？